以中年品牌为核心，以创新、变革、竞争、共赢为战略方针，促进中非两大战。 哎呀，他帮我。
你卖的都是好东西啊，我看到香椿啊什么的都是不常见的。你懂哪这块还香蕉花不可能吧？没数了。没见过啊，那是一彩。加了酱菜这么多品种啊，
豆花要不要？这个是白米 啊，这个呢？苞米饭，糯米饭。这是七彩糯米啊，五彩糯米 啊。对。这个呢？我这段时间，这个是荞，苦荞。苦荞面啊。啊，苦荞。这个呢？那个是白米饭，这个是小麦饭，做包子的那种。小麦饭。嗯。之前的太太就是这方面了，不想这样。